在非洲，不少名贵的古树枯死后因为运输不便被遗弃在山林中当垃圾木，除非有人高价将它们买走，它们的价值才得以延续。这些八花原木被送到了实木加工厂，木工师傅使用机器从原木上整片切割下来，制成的实木大板天然环保，高端大气。八花大板上绝美的纹理是大自然赠予的勋章，不仅美观还兼具收藏价值。如果没钱买红木，到工厂买性价比超高的八花大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出厂价很实惠。